今天为啥没看到小河豚呢？一个小河豚都没有看到是吧？啊，这个螃蟹就握的比较好。哦，它的眼睛特别漂亮，眼睛特别的大，眼睛特别特别的大。啊，这个鱼怎么回事？哎，这个鳃怎么了？这种鱼咱们就不要了，像这种鱼咱们就不要了。这种，这些海兔要跑，海兔要跑。先大概先剪一下，先大概再剪一下。小刀宝鱼不要，小的刀宝鱼不是刀宝鱼，它叫做石家，叫做石家鱼，偏口的一种，偏口的一种啊，叫做石家鱼。啊，一扒拉这些小梭子蟹，它哎，这个。小梭子蟹，它梭子蟹在沙里面。那这还有个螃蟹啊，这里呢？哦，啊，感谢大家。啊，看到这里什么好像什么也没有一样，这底下都是有东西呢啊，一扒拉就出来了。啊，你看这些鱼，你稍微抓一把的话，这底下你就不可能说抓一把啥都没有的。不可能说抓一把啥都没有，它有的东西它藏在底下。哎，哦，好了，好快。那个不要了，那个有点小。哎，看吧，太小了，我都不要了。来，找点大一点的，找点大一点。你看这边上这些小眼啊，都是有货。你看这个是一个海螺，好小一个眼。这个螃蟹，这也是个螃蟹。啊，有点小，这里有个螺，还在底下，好吧，有海螺，这还有个蟹，小花盖，这都是小梭子蟹，都是小梭子蟹，这小海兔，小的海兔，感谢大家点赞，谢谢大家点赞。江苏连云港啊，江苏，哎，这个螃蟹认识不？这个螃蟹叫做发财蟹，它基本上它不住在沙滩上面的，它住在泥滩里面，这是从哪里冲过来的？这个还怀孕了，怀孕把它扔了吧，它扔到外面去。小蟹，哎，小虾，白虾，鱿鱼吧，不是鱿鱼啊，哎，今天一个小可爱都没见着，这有时候话叫什么？来的时候好好的啊，回不去了，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回不去了。抖音。